你妈妈不是你想的安尼，去甲看一下啦。以后等你知影发生什么代志，你真正会足痛苦的。你敢真正去甲伊着顶级的？你是安怎要骗我？因为无想要造成我的负担嘛，是唔敢甲我讲事实。我变乖了。礼拜日暗时六点，花西那是一个人。